这个各地要骂光头，你说话了？我只是乖。你说话了？六块。你说话了？五块。好嘛，没毛上，我是五块，是六块钱。你是谁啊？先告诉他，我去告诉他，我告诉他，我告诉他。哎，亲自看。啊。先告诉他了嘛，我告诉他了。不到，那就不到。哎呀，就这，我掏钱给你嘛。哦，对不起。那红包啊。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我买快递嘛，那十一块的嘞。那十块吧。放松点啊，你挂出去。我分开，我分开。啊，全自给那里。那鸡巴放地。老弟呢？比老鬼放屁，狗日的，臭啊！哎。哟。一个把的也加么一下。挂个，没有。别走，别走。看着打电话哎，你呢？哪打电话？拿着了，还是个接？真接吗？不接。喂。哎，兄弟，比个耶！滚开一点！土蛋我们先挂了。你笨呀。买哪种留个两三个月来啊。你看那个土蛋有时间打电话，你看两码土蛋打电话，那哪个搞怪来家有时间再去逃走啊。我土蛋没人挂。那个都是对着你头前要喊你不能过。这一点嘛，这一点嘛，可以看哦。嗯。怎么了？啊？小路飞的。怎么样看呀？哈哈哈哈哈！
เราปองเตี้ยเก่าอยู่เว้ยปองเตี้ยเข้ามานักปองมองไปไหนชั้นเนี่ย我假设哦五十块嘞哦你讲啊这个是我挡地切给你嘞哦可以嘞可以嘞我贴了四十贴了我为钱也死哦讲到这边我他不是对了啊兄弟兄弟可以啦那就是五十好主张那么主主张啊有点啊主张妈妈妈妈好 OK 我小偷啊鬼子红包这个空呢